来了来了。自从买拐摸得够呛，丢了工作跑了对象，我就不信这个劲儿，别人能让我吃亏，我就不能让别人也上一当。我也卖拐，哪里来的鬼王子，注意了，注意自己的腿啊，看有没有毛病啊，没病走两步啊，走钱了我把拐卖你啊，拐了拐了，发家致富道道多，去你卖拐，去你卖车，卖车了，拐了，谁买车了，我脑大脖子粗吗？别着急，这回轮椅有销路了。人家腿都好了，腿好了，去年腿还好的不就忽悠瘸了吗？今年你看我给他怎么忽悠他上车的。快走吧，你开吧。Hello， 兄弟，兄弟，你干啥呀你？我是天天找，月月找，足足找了你一年了，非常对不起。别激动，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。我激动个屁！我激动，你把我坑苦了，知道不得？啊，我老婆也跑了，工作也炒了，走，找个地方说理。兄弟，别，兄弟，那啥，你把拐给我们，把钱给你，咱回家吧。你别跟他掺和，过来。请问这副拐回去煮多长时间？我煮什么煮啊，压根没病。完了完了，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。不是，你当时我不让你卖拐你不信话，你说这咋整？媳妇儿，他完了，你看看变化多大，这一年往上看。你要说有变化吗？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。你看看什么？就连我媳妇都能看出来，你知道因为啥吗？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，你的病毒往上转移，已经到了大脑。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，就好比两条高速公路，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向前飞速前进。现在你完了，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，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。忽悠，接着忽悠，是不是该要让我走两步啊？去年走两步瘸没？瘸了，跺两脚麻没？麻了。请问为什么？你忽悠的，今天不用你忽悠了，我跟你走两步，你不是爱看吗？我跟你走两步，嗯，走两步，走两步，走两步，啊。可是我今年好了，哎，我能小跑了，我还能垫步，哎，我还能大跳，哎，大跳，哎，大跳，我给你画一个，看着吗？不但脑袋不好，而且精神还有问题。他比去年欢实多了啊！朋友，能不能接受一下治疗？没问题。现在我请问你个几个事儿，如实对答。你说，你现在脑袋大声说话是否迷糊？不迷糊。眼睛。冒不冒金星？不冒金星。好，我试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今天我配合你，我完全的配合你，我目的就是帮助戳穿你。好，这样，深吸一口气，大嚎一声，吸气，吸满，吸，吸，好啊。别停，看你气有多长，我判断判断就是。别停，停，迷糊吗？没迷糊，没迷糊咋晃了呢？不是有点迷糊了呢？他咋迷糊了？喊缺氧了呗？我告诉你媳妇儿，这是身体好的，刚你这次上医院了，知道不？迷糊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搁那划了啥呢？冒金星了，怎么的？冒金星。哎，你现在明显智商有问题。你别整那个，就咱这个智商
抠出来上秤腰比你多二斤。那好，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？你来，这样吧，我给你求几单简单的智力测验题，没问题，看看你的脑子是否好使。好，会学话吧？没问题。我说开始，我媳妇说啥你说啥，明白不？来者不拒，开始。啥玩意儿？就平时咱俩玩的玩意儿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说。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？你也得说准备好了吗？就这么这句就开始。什么叫学话？行，明白，重来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老头他又错了。没错，错。要是我给你错。错。我媳妇说老头子他又错了，你也得说老头子他又错了。这句就开始学呀、对。那行行，我跟你说，你别整这个，你这是蒙人的。你这么的，你要来，咱就来智力测验。咱来正规的，就来电视台李勇的呀。这来来这来正别整。姑娘你快回家吧，这你别打回家。那这样，我给你出三岁小孩的脑筋急转弯。你别整三岁，有能耐你整四岁的。四岁行啊，你五岁的不在啊。你看着吧，他只能在这个年龄段混着，咱还怕他干什么？做准备，来，请听第一题。说 ，Number One。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？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都不等于三？错，媳妇你。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？错。我们说，在算错了的情况下等于三。这刷错的，你刷错的还等于六呢？那是。那没有，等于好几亿，你没答上。你再来一个，我找个窍门了。请听第二题。说。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子呢？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。错，媳妇答。因为狗真的生狗，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。正确。你是出生就生啊？那请听题。你来。树上七个猴，地下一个猴，加一起几个猴？八个猴。俩猴。正确。怎么的？树上七个猴，地下一个猴，俩猴。骑着呀，骑马那个骑。你这是谐音，你这骑着谐音。你再来一个，我咋没说蹲一个猴呢？你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别打了，你别。请听题，说树上骑七个猴，地下一个猴，几个猴？俩猴。错，八个猴。怎么的呢？树上骑七个猴，地下一个猴，八个猴。这回骑七个了。那树受得了吗？那个，你别管树受不了，它掉下来也是八个猴。你别打了，你打不上。你别，我为我的智商要讨个说法。来，请听题。说说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让你担心？长在腰上不让我担心。错，媳妇打。长在别人的脸上不让你担心。为啥这么说？就你那样还长腰，长腰上那叫闷头。这长腰，哎呀，屁股那叫火结巴。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，你的脑袋承认不承认有病？我不承认吧。现在有法调理，我马上就给你治好。怎么治？你把脚离地，你脚不离地，它永远不行。一离地，你指定打上。我，怎么离地啊？你试一试，你找个地方，看看吧，自己就找去了。别着急。坐好了，你别脚抬起来，请听题。说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？算错的情况等于三。耶、恭喜你答对了。你说发现没？对了，因为你俩脚离地了，病毒就关闭了，所以说啥都上不去了，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。我站起来，来一个。说一位醉汉，嗯，喝醉酒之后拿起这么大一块石头到电视砸去，只听啪嚓，电视一点没坏，为什么？因为电视质量好。错，因为没砸着。正确。你没砸着，怎么啪嚓一下呢？啪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？就你这智商！你快回家吧，兄弟！你别在这儿，请听题：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，拿起这么大，啪嚓砸地上了。恭喜你，都会抢答了。哎呀！
现来的。你别打了你。听听题，一个司机开着一个公交车，看对面的树上蹲个猴，砸车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司机爱好动物。错。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，你这个。你说，哎呀，我这不行，哎呀，这我脑袋怎么的？那猴屁股糊的圆的，这眼神咋还不好使了呢？我是真的，你再试一下吧。你说，注意，树上蹲个猴，猴屁股当红灯，恭喜你。哎，你别不对。怎么对呀、啊、大哥，怎么对呢、啊、你看啊，是不是这么个事儿，我一坐着你问我的往往都是打过的问题，我一站起来你问我都是新问题啊，是不是？你这不对呀、啊、你这个啊，你这样你这样站起来是一道老题来，也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，说这个问题你是答过的，你说请听题啊，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？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。哎呀，你说这个咋整您啊？等于二。人家是二。二啊！你刚才不说三吗？你说你连二三都不分了，你都二到啥程度了？哎呀！大哥，最后，最后，一加一，这个对了等于二，错了等于三。恭喜你，已经打俩答案了。老张，病的毛病你也找到了，你赶紧下车回家，我们得回去。那你快回家吧，车给我们，我们还有事儿呢。你别，大哥，多少钱？我买。我买，我明白了，大哥，你别说骗你哦，我明白了，从今以后我下半辈子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。我买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说明白，你说这个轮椅就是去年那个自行车改的，我就知道你犯这种毛病，我等你半年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给钱，千万别多给，你给个改装费也就400块钱，没问题，多给我就不给你处以后，啥都不卖你，才5000。那个大哥呀、啊，就带了300，你看看。拿着吧，那就不少啊！戴手表了，戴啥手表了啊？戴什么手表了啊？谁说戴手表了？我跟你说什么有什么？你就赖我，大哥，你就赖我！你说他俩这样的，大哥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没说。大哥，你听我说行不行？你说都实在，你听我说，像我这种智商，以后也就看不懂手表了。拿着，回去好好养病。好。你咋这可一个人坑你？能不能换个人啊你？兄弟、啊、你要听我话赶紧走着回去把车给我，他还是坑你的。你还是坑我？你怎么这样呢？我脑袋都这样了，你怎么还跟我过不去呢你？去年人我当时给我逃避，你就横帮竖挡不让，今天我要是再相信你的，我就是第二次上当。没关系，大哥，这种人太可气了。你走前我送给你一句话，你摊上这样个媳妇儿，白瞎你这个人了。太可气了，这种人。不用气，别看他，全指这种人养活咱们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走，回家。不是这玩意儿，还要他有啥用啊？回去改一副担架，来年还卖他。